其实没有，这个都经历挺多的啊，这是个小任务。中国航天的事业正在由大向强迈进，我们的航天事业确实是在蒸蒸日上的发展。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经历了许多次重大的任务的锻炼，其实我们在此过程中也收获了一些个人的一些心得感受，也都获得了一些成长进步，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。